圭亚那位于南美大陆北缘，东靠苏里南，南连巴西，西接委内瑞拉，北临大西洋。旁边那个名字相近的是法国海外属地法属圭亚那。世界上各国之间的领土争议并不少见，但所涉及的面积都比较小。圭亚那国土面积也不过才 21.5 万平方公里，但与委内瑞拉的领土争议面积就占了2/3。这片埃塞奎波地区国际公认为圭亚那的领土，但历史遗留问题成为两国难以解开的心结。委内瑞拉也从未放弃过领土诉求。2015年，埃克森美孚公司在埃塞奎波地区的海域发现储量超130亿桶的石油资源后，圭亚那已跻身为石油生产大国，也使得两国的领土冲突延伸到了所涉及的领海冲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随即直接把争议领土及所在海域纳入国防一体化战略中，让两国关系进入冰点。在委内瑞拉即将就是否并入埃塞奎波地区举行全民公投之际，巴西也罕见地提高了军事戒备。委内瑞拉近年来经济陷入全面低迷，西方国家又纷纷支持圭亚那，内忧外患的委内瑞拉想收回这里是难上加难。